23号验的啊，23号只是23号验是一条线。没有啦，你十九号验是二十号才第一。这几天没有啦，这几天我没有验。哎，出我的意料，所以你现在才知道怀孕。哎呀，19号植入啊，23号我就礼拜天刚好休息，我就好奇去验一下，结果是一条线，而且今天验是两条线。我们小姐刚才有给你看吗？有啊，我有看到了，谢谢。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？很高兴。一颗哦，一颗就中。目前你大概是我们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，恭喜的啊！你现在知道你怀孕了吗？知道，我刚下去又跟他讲。啊，他的感觉，笑笑的、啊哦，笑笑而已啊、哦。还用他的精虫，又不是用我的卵子，他不高兴，我还谁高兴？还是要提醒你三件事情了哈、哦，就是第一个，其实让你怀孕，我是很有把握，但是让你安全，我就没有把握。就是高龄还是有高龄的风险，比如说怀孕当中高血压，怀孕当中糖尿病哈。嗯。哎，这个红笔不行，要钱。不会啦，我的身体很好。他给我算起来，我的预产期是2月6，我可能1月就要去剖腹产。嗯。刚给我算出来是2月6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声明，今天是5月28、29号，第一关验孕有了两条线，好、哦，两条线。第二关是佳期6月5号，现在是6月5号。要看几胞胎，因为我们主换一个胚胎是一胞胎，有没有外孕？外孕。第三个6月12号，看心跳，这一关过得才比较稳当哦。那再来就是我的经验，通常在6月5号、6月12号会有点小出血，很常见，通常没事。那再来20周之后，因为你56岁很容易，哎，你到56还57？我到今年的11月才有满。57，所以但是台湾岁你是57哦。哎，对。对。虚岁。57岁，就高血压应该，我认为应该躲不过会高血压。再来就是。你绝对要在医学中心生哦，不要在诊所生。你是属于高危险，如果你不排斥的话，我会建议你，我会帮你介绍张基的成名医师。好，我都跟你讲了哈、哦，这是要告知6点。今年现在110年5月29号。恭喜你破了伯恩妇产科的记录，年纪最大的，但是一颗哦，就一个，这个我要贴在病历的啦。啊，这个我会拍给你的，就是要提醒你，5月9号今天第一关，6月5号第二关，6月12号第三关啦、啊。我本来要买一个蛋糕来，结果蛋糕店还没开，不用了，给你倒欢喜了。啊，这个你应该会带回去当纪念吧？拍一下，两条线。那、啊、就下个礼拜六，你要带回去嘛哈？好啊，拿来，我拿来给我老公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用塑胶袋把。好，这个让你带回去。叶某本人无误，恭喜。那你说预产期什么时候？六月。不是、啊，2月6号了，我讲错了。2月6号，依照我的经验，你可能12月6号之后就有动静了。就32周啊，12月，你不可能要去剖腹产了。你不可能，我上次那个52岁在丰原是38周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2月6号大概是1月底，但2月1号是农历过年嘛，所以你应该是在农历过年前2个礼拜生了。就是1月嘛。对啊，就是想可能大概就是过了元旦之后，随时都有动静了。但是你不可能2月6号生了。那高龄一定，因为像我那个52岁小孩生出来2800，那他是38周，因为你的子宫给他的养分会稍微少一点，所以他会比较轻啊。但是怀孕会让你引起高血压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高血压糖尿病是我担心的，你只要在医学中心生就比较安全，外面诊所完全不考虑。因为我那个有一个台中52岁的，也是到34周血压
忽然拉高，他那个诊所就赶快把他转去台中荣总就开刀了。一个姓朱的，台中是52岁，就血压飙到已经伤到肝功能了。对，那个很恐怖。我跟陈明医师讲了，可能随时注意那个血压。我会，我转过去，我会把你的情况继续明跟他报告了。恭喜。好，谢谢。你真的今天早上刚刚才知道怀孕了？真的啊。我跟我们家里说，你的个性应该会偷验。我跟你讲，我19号植入，23号我就去验了。那个没有人会验你。因为我想说，我肚子怎么那么痛，怎么胀胀痛痛的？除非我放3个或4个胚胎，23号才验得出来的。你一个胚胎，因为你超高龄嘛，56岁只能放一个胚胎啦，不能放两个胚胎就违反医学伦理了。也有可能会分裂成2个。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最好不要。我最近有一个施小姐，她就放2包3胎，等于2个房子住3个人，一个房子住2个，啊一个住1个，对。啊，她生了3个，还是有去检查？那个陈明医师想了很久，因为他有免疫的问题不敢剪，所以他要生3个。哦，去生3个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这次抓作也是我放2个，2包3胎，一男两女啊。要。对。嗯，1岁多了一个姓汪老师。好，恭喜。颁奖给你，反正应该有一个蛋糕的啦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对、啊，今天是值得纪念，5月29号，博恩妇产科。最高龄的试管婴儿诞生，不过你要顺利到生才是重点啊！让你怀孕真的是超简单，但是要顺利到生才是我最担心的。我的身体很健康，只要你听我的安排就没事。你如果超出我，就是不听话跑到别的地方去就有事。对啊，我有跟我老公说我要在张七啊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喽。送你一个恭喜的，然后抓一把啊！这是病人送我的，你不能、哦、我要抓糖果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我是不是一次就让你成功啊、哎？你被我有没有让你一次成功？有了哈，不闹鬼了哈，56岁照样一次成功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好，那时候我怎么讲你的内膜？他说你说我的内膜很漂亮啦，啊，然后很子宫很大很深啊，胚胎也很漂亮，保证一次。10天后一定2条线，真的2条线，哎，真的2条线，不大亏啊，不会没有让你第二次。